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小提琴老师 Sam， 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继续讲开一下小提琴另一组 topic 第九课。如果大家看一下谱子的话，可以发现这课上它是个 Allegro SI 的一个 tempo 啊，一个速度，大家明显这个跳动嘛。这个呢，我今天想把这个跳动的这么一个点稍微给大家稍微讲一讲。怎么呢？什么是跳动？可能有很多同学就说啊，就是你把跳起来很快会跳，但是在我们真正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的跳动，否则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老师现在啊，就是我要往那跳，很快导致一个弓子是不受控的一个状态。因为大家知道弓子、弓杆和弓毛它是有一定弹性，所以说它能使我们跳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真正清楚的跳动往往是像这么一个状态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如果同学们有注意到，如果说我们的弓毛也在跳的话，如果你们练习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弓毛也在跳的话，那说明这个跳动往往是不太清楚的。跳动要怎么样？比如说你坐在大厅里面，你在上课，怎么样才能让最后一排人听见你在拉的跳动？不是说拉响，而是说要拉大厅里装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弓毛不跳，弓杆跳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弓杆是在跳的，但是我的弓毛实际上全是在弦上，这样使弓子可以达到一个很受控的一个状态。怎么练呢？大家很简单，大家记得不要图快，练跳动一定要心平气和，这是属于自然跳动。怎么练呢？就是先来那种小顿弓，就是到后面它速度上来了，自然就会沉。为什么弓子一定要把它弦上不是？它可以让这个音头变得非常清晰，因为这个跳动让别人听到了，不是说它的后面几个音有是不是有足够的余地，而是说刚开始那个音的 articulation， 就是那个音头啊，给人给清醒。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在重要，在练就是跳动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摆好在弦上再放音。相信老师，只要按这个方法多练，你下次练琴的时候，等快了以后，它一定会很清楚，这个不用担心。OK， 希望今天的课呢有帮助到各位同学们啊。首先不要忘了转发、投币、点赞，做视频很辛苦。最后呢，如果想要谱子的免费的 PDF 版的话，就直接联系课程顾问，加入我们 Sky 的那个小提琴群里，然后呢可以领取免费的一对一和我的课。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